二奶奶，明天一早我就上山去，不久就会有萧少爷的下落。清风岭就是龙潭虎穴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管家，我不能让你为了渊儿去送死。二奶奶，为了您，为了慕容家，我甘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 这么些年，慕容家对我的大恩大德，你是知道的。如今，明明知道清风岭有小少爷的线索，难道让我在家里干巴巴的等着？连狗都知道看家护住，我难道连狗都不如啊？管家言重了。 说到底，这都是我种下的孽缘。二奶奶，我明知有些话我不该问，但明天我见到祁司，又不得不说，还请二奶奶明示。 你是想问我，到底跟祁司有什么瓜葛？您放心，今天晚上我听到的一切，绝对不会透露出半个字。若真到了不得已的时候，你只管问问祁司，他还记不记得济南的苏家和那1000两金子的赎金？ 还敢闯清风岭，各位好汉，误会啊！我是给祁司爷送信的。金叶子，拿上来。你是慕容府的什么人？我是。 慕容府的管家，我真的着祁司爷有急事了。事成之后，我们慕容府会对祁司爷有重谢，也少不了你们的。那还得看你的运气。刚才只是个开场，你求我没用。就算你抬着金山来，该过的关一个都不能少。这是我们清风岭的规矩。我们四爷最赏识智勇双全的好汉。你如果今天要是有这个能耐，穿过了我们山寨的断头路。 我们四爷他自然会进。断头路，好汉，大名鼎鼎的慕容府干点仗势欺人的事儿，我信。 慕容府管家拜见祁四爷，是为了你自己，还是为了慕容府？祁四爷，实不相瞒，前几日慕容府的小少爷慕容渊，在集市走丢了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，也不知其下落。祁四爷，威震八方，消息灵通，不知道有没有线索，所以特来请四爷赐教。 我家大老爷说了，不管您是要钱还是要物，只求你不要
欺负我家小少爷！哼哼，你一个管家做事还挺仗义，我当多大点事儿？齐四爷，道义有道啊，您要多少尽管开口，只求您不要伤害我家小少爷。我要说，我不为求财呢，那为求何？ 我就想要慕容家少爷的命。齐四爷，我敬您是条好汉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家少爷只是一个孩童啊，再大的冤仇也轮不到他的头上，是不是？那你想怎样？齐四爷，我断头路都闯过来了，你有主。 就放过我家小少爷，你齐四爷如果真的是条好汉，大不了可以让我量一分拳同情。哦，来，你叫什么？姓梁，名迎风。梁永泰是你什么人？知道我爹。 我何止知道，我比你更了解他。什么意思啊？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吗？不会是被你杀的吧？小兔崽子！你不是说你比我更了解他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除非你不想见到慕容家小少爷。齐四爷，据我所知。 当年他的作坊大火，我爹没有来得及逃出升天了。还真是梁永泰的儿子。那你是怎么到慕容府去的？是慕容大爷将我收留，并且抚养我长大成人。<笑> 你爹死的够冤的，这慕容老贼不但害死了梁大哥，而且还让他的亲生儿子认贼作父，给慕容家当牛做马。你们都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能有今天，多亏慕容大爷将我栽培，慕容大爷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 认贼作父，是非不分的小兔崽子！这一拳是我替你爹给你的。小子，你看看清楚，站在你爹边上的人就是我家四爷。相片上还有我呢，那个如花似玉的姑娘。我们都是当年。 在慕容场的一次事故当中，被害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死在那里，最终没站起来的，就是你爹。当年慕容府在危险一手遮天，要不是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，我们又怎么会隐姓埋名，到山上来搭搭杀杀，天天当真过日子？我明白了，所以你抢走了我家小少爷。 并且，曾经掳走了我们慕容家二奶奶。放屁！齐四爷从来不接女人，更不如小孩儿。你这个从你娘胎里都没生长到子的小王八蛋，不知好歹。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现在的厂子为什么叫台风吧？回去，问问你们家慕容老爷，当年的永泰作坊哪去了？ 我告诉你吧，你爹走后，被人家侵吞了，有钱人都一个德行。梁云峰，念你是我大师兄梁永泰的儿子，我倒是挺喜欢你的。你自己日后有什么事，尽管来找我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慕容家小少爷不在我这儿，我更没有什么到手的消息。至于你说的你们家什么二奶奶，我更加没见过。下山回去。
问了你们家那位二奶奶，问她知不知道我七四爷长什么模样，就一切真相大白了。云峰，真是委屈你了，受了这么多伤。云峰，二奶奶，对不住二奶奶。快起来。云峰无能，没能找到小少爷。玉儿没在清风岭。对不起。云峰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云星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云峰这趟不容易，伤成这样，得给他找个大夫。大老爷，不碍事，只是皮外伤而已。我先给你拿点药。快坐下。楠楠，其实因为这次上山也并不是一无所获。此话怎讲？七四爷为人豪爽，他答应让道上的朋友帮忙找回小少爷的下落。二奶奶您放心，其次教师甚广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认识，一定会找回小少爷的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我以前没有见过其次，不过我这次见他不如传说中那么威武，又不知道是不是他，所以想问问二奶奶，他的相貌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您还记得吗？个头不高，耀目鹰嘴，他模样还算周正。您再好好想想，他有没有其他什么特征？脸上有没有伤疤或者痦子什么的？云峰，大老爷，我在想，你该娶妻生子了，得传宗接代啊，得让你们梁家的香火永远传承下去。另外说到做生意，你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了。我想等你伤好的差不多了，派你去商行担任掌柜，愿意吧？多谢大老爷。可慕容府不是有规定吗？是啊，只有已婚男子才能到商行担任重要职务。好，那你先歇着吧。大老爷，小少爷现在音讯全无，我怎么能够睡得着啊？云峰，你对慕容家忠心耿耿，我都看在眼里呢。大爷，您对我有再生之恩，我这条命都是慕容府的。云峰，大爷，要是我爹才天有灵，知道老爷对我恩遇如此，他在九泉之下就一定会瞑目的。怎么了，云峰？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头一次说起你爹。多谢大老爷，就是小少爷一直找不到我，见景生情就想起我爹了。
要不咱再考虑考虑？宋爷，这次再不成，我永泰作坊全都归你。撤了！撤了！这不撤了吗？撤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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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了
起来了，快起来了！走走，大师哥，梁师傅，大师哥，牛太，牛太，我长大了要做柴油机。汉林，别闹了，赶紧回屋读书去。爹说的，爹让我以后学动力学，长大了帮着大哥继续干工业。以后大哥再也不让你进这间屋子了。 电，这外面电闪雷鸣的，你干嘛去啊？今夜是个黄道吉夜，我这是一定能够办成。哎，爹，你这办什么事去啊？你不会是要找慕容家去吧？这人家打也打过了，骂也骂了，你还去找他们干嘛呀？来来来，你放心，乖乖，过了今天，他们不但 在天佑林，不管儿子这些年是否一直在慕容家认贼作父，但儿子今天知道了开封厂也是爹的。从今往后，儿子不再糊涂，我要为爹夺回开封。 说了，不准让你进来。我有重大的情况，你自己掂量掂量。如果耽误了时辰，你担得起吗？你不行。哎哎哎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？啊！喂，开门！哎，干嘛呢？你要再敢胡搅蛮缠，小心我不客气啊！ 梁云峰，想教训我，你还不够格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来让你立功的。立什么功？祖师爷显灵了。他告诉我那小少爷在哪了。放心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 要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把你赶出北县。我也不怕让你知道，不过说，你得先答应我，找到小少爷之后，替我在大老爷面前美言几句。他在哪儿？
谁呀？我是来接孩子的。大爷，你可算来了。孩子呢？睡着了。哎，快去抱来。 孩子要给上钱的，快把孩子给他。来，哎呦，哎呦，二奶奶，二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小强，二奶奶，您是做噩梦了，我搞燕儿了。二奶奶，你放心，小少爷一定会找到的，一定会找到的。 同学们，今天大老爷、小少爷有消息了。好啊，这确实是渊儿的。小少爷，小少爷，大哥。 这是我手下发现的信息。根据附近村民回忆说，前几天的确有看见陌生的孩子在附近出现。按照他们描述，与慕容小少爷有七八分相似。根据衣服上沾染泥土痕迹来看，孩子应该已经落水了。那既然已经落水了，就赶紧沿着河找啊，说不定被哪家人给救起来了呢。 都是渊儿心头好，留下两件，我跟你安详吧。其他的都收了，让他在底下也有个伴儿。大哥，渊儿虽然小。 但他是慕容家的人，他的牌位应该进祠堂。进祠堂。大哥，我求你不要给渊儿办丧事。渊儿没有死。 别碰我！大哥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你答应我，不然我不会站起来的。
我知道渊儿没有死，他只是贪玩跑去玩了。玩累了，他就会回来的。渊儿一定会回来的，大哥。 干什么？渊儿他走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他会回来。渊儿他没有死，他还活着。渊儿真的没有死，他还活着。真的，渊儿他还活着。别这样了。 都是我的错，您怪我吧。谁打扰我了？你要打电话了？二婶，对不起，都是我，我把弟弟都丢了。二婶，对不起，都是我，我把弟弟都丢了。月儿。 元儿，本想等你长大，咱爷俩能喝上酒，没想到我不是个好爹。如果还有来生， 我告诉你的地方，去了吗？你还敢问我？我问你，小少爷溺水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？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的？我那可是胡家乱算的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 你可别乱吓唬我啊！二奶奶。 终于醒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已经昏睡了两天两夜了，大老爷呢？这两天府里事儿忙，大老爷就一直在府里呢。 小乔，你扶我起来，帮我更衣梳妆。二奶奶，您这就要出去啊？快！
大夫要你安心的静养，你把家里的杂事交给淫妇就行了。家里的事，管家有些能办，有些不能办。大哥，我娘家有个嫂子，姓李，在济南也是有名的大户人家，家中有个女儿，已经年满20，刚从北平读书回来，现在家里人正张罗着婚事，您看。 我给三弟签个线怎么样啊？弟妹啊，渊儿的，我看这件事还是缓缓吧。大哥，渊儿他已经回不来了，慕容府不能无后，三弟也该成亲了。 你一心为家里着想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。都是一家人，大哥何必见外呀？有些话呢，我本想还我再说，可既然弟妹说到这儿，我也就……你知道啊，我现在一心想着教书。 不想再管府里大大小小的事了，不如弟妹就接了过去。将来你和翰林，一个人打理家事，一个人管理工厂，也好有个帮衬呐。大哥有吩咐，我不该推辞。但是慕容府家大业大，各种应酬也多，我恐怕担不起如此重任。弟妹，你不要担心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 大哥会给你找一个好帮手的。哎，咱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们，小声点，听到我们这丑不了了。真是，好好的。哎呀，哎呦，你扶起来呀，爹！你来花，二奶奶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 我家二奶奶找你有事儿。二奶奶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那可都是胡掐乱算的，哎，骗人不可能要偿命的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家二奶奶今天是来找你女儿的，和你没关系。跟我没关系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？ 孩子，我们进屋说吧。我们欠了房费，就跑出来了。你们上次不是有100大洋吗？这么快就花完了？你这个丫头话怎么那么多呢？没事，进屋说吧。这件珠钗是我从娘家带过来的。 算是给你的见面礼。二奶奶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慕容府的姨奶奶了，连这点首饰都没有，不得让人笑话吗？我跟你说的话，你都听着。慕容府。 在潍县是最有名望的家族，身为慕容府的姨奶奶，说话做事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随意。当然了，你还得慕容学会之前，记住8个字：说多错多，做多错多。好在你肚子里的孩子快要出来了，等孩子长大了，你大概也就学会怎么当好慕容府的姨奶奶了。 头发梳好了，你看看。二奶奶，我没想到我还有今天。你跟二爷在青岛的时候就认识了，他是什么脾气，想必你也很清楚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二爷最近心情不好。
等他见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他一定会高兴的。二奶奶，你要带我去见百大，去见二爷啊。女为悦己者容，花一个时辰把你打扮好，当然是给二爷看的。二奶奶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们都是女人。小乔啊，二奶奶呢？她让我在家等着，她自己却一整天都不在。二老爷，您先喝药吧，一会儿二奶奶就来了。二奶奶什么事儿？等二奶奶来了，您就知道了。古古怪怪的，必有蹊跷。我还是先回厂里了。哎，二老爷，您喝药呀得。翰林，李青，这是？慕容。啊，二爷。兰花。二爷。今天晚上你就别去工厂了，让来花姑娘陪你吧。玉清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二奶奶。玉清，玉清，玉清。来花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慕容，二爷，二奶奶答应我给你做二房。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，你何苦一定要给我做妾呢？我知道二奶奶是女人中最拔尖的，我比不上她。问题不在这儿。虽然我比不上她，可我也不至于那么入不了眼吧？为什么你就不愿意瞧我一眼呢？来花姑娘，在青岛的那个晚上，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我想你比我清楚吧。我慕容柏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是清清白白、坦坦荡荡。别人要做阿杂算计人的事儿，我管不了。但有些东西，我是永远都无法接受的。我也不想的，都是我爹。慕容哥。翰林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自己做的好事还问我？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玉清自问没做错事。你随随便便就往我屋里塞女人，还说没做错事？渊儿没了。慕容家不能无后，来花肚子里怀了慕容二爷的孩子，于情于理都应该是慕容府的二姨奶奶。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你，也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慕容家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太丰厂，也是为了慕容家。风飞扬，如此好时光，把思念放逐天涯，
仰头望，眼中有泪，有泪不轻弹，只因背负家国难。心向往，儿女衷情长，用挚爱去疗伤，痛断肝肠。慷慨悲歌，悲歌歌几曲，国破山河放不下对你的牵挂，面对面沉默，背影是忧伤。纵然千般柔情，纵然千般柔情化飞蛾。生沧桑，天大地大一颗心，却放不下对你的牵挂。面对面沉默，背影是忧伤。纵然千般柔情。千般柔情化飞烟，终不悔，半生沧桑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之间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爹在你的酒里下了药。孩子，假的。你别管我，虽然一了百了，全部都没了，你干嘛非要去寻死呢？但是我也没法活了，全青岛人都知道我来潍县嫁人了，潍县我待不了，青岛我也待不了，你叫我怎么活？那我娶你。